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我们进行《真江湖》第五章欧阳上庄。这应该是那个白驼少主吧？从路主所言，九花剑客的红眼知己碧儿便在这山庄之中。要进庄恐怕不容易，这山庄之中都高手中的高手。我们家的乾坤互换就是独步武林绝学。那小镇呢，告诉你他们的招式特点吧。好啊好啊，我小宝最近让我变成英雄好汉，一直想看大师与你切磋一番。若是大师对慕容家武学有所了解，便指点在下一二吧。好好好，大师快答应吧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可要小心哦。好，快走。好，这边都快走吧。这边有剧情了。大师弟子已然是武林高手，看来在下未必是大师的敌手。施主何须过谦，上次交手小镇就已经知道你身手不凡了。不过这次小镇会全力施我，还请小心了。上次过招照下只是侥幸得胜，你们不用牵难了。孰强孰弱一试便知。我们家的武学讲究以智制动，后发制人，多谢大师提点，那我们就来试上几招。与我一起云掌万界乱花拳，这边就不快转了，打 boss 都不快转。乾坤挪移，万界乱花拳，乾坤挪移，与我一起云掌万界乱花拳。好了好了，点到为止。大师神技，在下佩服。有此根基，打败慕容家的人应该不成问题。好，后面快转。好，这一关的 BOSS 啊，来得好！来人，把这些人砍得手脚都在做花肥。想到夫人面如桃李，却心如蛇蝎啊！好，我就再把你舌头也割下来，看你怎么在胡言乱语。我等只想求见绝望剑客的红颜知己碧儿姑娘，为何要苦苦相逼？与我一起云掌，乾坤挪移，万界乱花拳。我一起云掌，乾坤挪移，万界乱花拳，来吧！与我一起云掌，乾坤挪移，住手！你们正是他的朋友，不错，九号剑客一生光明磊落。他临终前成名天书在碧儿小姐手中，所以临终难道他已经？碧儿姑娘节哀顺变，既然你们是他的朋友，这本天书希望你们能够妥善保管。下一张唯我独命王的解药。好，这集先到这边了。那喜欢频道，欢迎到频道主页上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更新影片你就要收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这里是快，拜拜。